天是呢，在 COVID-19 之后呢，我第一次到一个 retail store 来做 return， 那是我 online shopping 的一些外套、哦。然后呢，今天在这家店呢，我 check online， 然后打电话给他们说，哦， they have a curbside service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车子停在这边，然后它还是有开一个小柜台，然后我们呢就可以在这边，不管是要买东西，或者是退货，或是 exchange。都可以，然后也都很方便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来体验一下，然后大家跟我来看看咯。商家还是会要求你先用 hand sanitizer 把手给清干净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其实大家都非常的 friendly 哦，因为出门一趟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所以呢，不管是退换或者是exchange 呢，都非常的简单哦，那也非常的快。不过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今天要买衣服怎么办呢？基本上呢，如果外套是没有问题的，他们在外面放了一个镜子，你可以很舒适的来试穿一下外套。不过如果不是外套的话，你就必须先买回去试穿，不合那就再回来退咯。那么我现在的口罩可以拿下来了，这样子讲话也比较清楚一点。刚才退货的经验非常好哦，他们信用卡呢，不管你是给他的时候，他还给你的时候，他都做过彻底的消毒哦，都喷了酒精，然后擦得很干净。然后刚才不错，退货的经验很方便。然后虽然他退错了，多退给我，然后我来告诉他，然后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。Good job!